来，老铁们，咱家正品恶棍啊，正品恶棍，认准恶棍，弓身上这个减震悬浮球啊，老铁们经常评论说，总是打一发，一发挡是吧？这咱们连着爆两个，距离呢应该在55米之间啊，55米到60米之间啊。恶棍非常牛逼一把弓啊。